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战地风云一》飞行员。这集的空中我是觉得蛮精彩的，不过不是那种一对一打得很激烈的。可是 PS 的那天收音很少录到我的声音，所以感觉好像队友自己在讲话，那这部分比较可惜一点。开局的时候，我对着小蓝选了轰炸机。小绿是我认识的纯粹地形战斗机，对方出了三台战斗机，还好朋友不够团结，让我小队成满了，功击退他们三台。然后 OK。Düşman Tayyaresi。但是我车就对了，换 BMW 这一台就对了。快点上来啊！你在干嘛？快点上来，我们要去西点的啊！好，我们去地点，快点上车啊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哎，他追错台吗？他追他自己的队友。上车！兄弟们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Darth。抜かれません！ダイヤで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可以喽。不错哎，他们只有一群人而已。快下车哦！敌军在塔亚里测试被进的。坦克猎手啊，快点啊，我要上车啊！哎，怎么按喇叭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快一点，你会不会？他压的都是不可能。快下车啊！他快到了。玉石俱焚哦。好像是摩托车啊！在哪里？我狙击手，狙击手，他在狙你啊！我狙到一枪了，我狙到一枪了，他躲了。悠闲没多久，我杀到这位。然后紧接着就开始了下一场空战。这次我跟一台坦克猎手攻击机对上两台战斗机，我们一起取得了胜利。哇，有点糟糕哎！他们是不是两台都在我后面啊？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哦，还好，两台一起甩掉了。Düşman Tayyaresi, dikkat eyle! 这是我旁边有狙击手。啊哈 ，Düşman Tayyaresi。你在狙我啦！他们都开那么高倍镜，我拿步兵怎么跟他打？铁苗哎，我铁苗只能击中他枪，没有炸到，但还是撞死。就弹药包下来，快点！
怎么突然转那么多？哦，好像被打架了。接下来又是一场一对二的状况。跟他们见面之后，我因为贪杀地面，没有立刻去追击，结果丢失目标，最后导致自己被咬尾，然后被击落。We have taken objective George. What are you doing? We should go home.好爽，我去撞他们。We have lost objective George.Train is en route.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utter. Tayyare görüldü. Düşman tayyaresi tam yukarıda.居然是刚刚那个我杀到的步兵，他是来报仇的吧？重生之后，我立刻想要回去击落他。哈？搞啥？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击坠了。不过我还是有报仇到。你要下一场吗？那次见面之后，我不敢再贪杀，赶紧寻找他的位置。发现他在山上。We have lost objective Freddy. Wow, 超过。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Freddy. Bir düşman tayyaresi tespit edildi.几次之后，我绕了一下，就发现有人在追我的队友小绿。Bir düşman askerine doğru bakıyorum. 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哎，又是你，又见面了。然后就是本集最精彩的。Düşman tayyaresi! Dikkat eyle! Çok güzel. 什么？他居然打到他们队友的攻击机，然后把攻击机给撞掉了，双杀哎，这个。最后一下一打二，我成功的存活到这场结束。Tayyare görüldü.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